我们接到群众求助，一名患者需要跨越济南、德州两地进行转院。根据交警支队指挥中心部署，为了减轻患者的转运途中的病痛，我们联合高速交警对这个患者进行了紧急转运。接到任务后啊，我们大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提前联系好收费站，开启绿色通道，安排警车收费站内等待，